健保网站出包，白宫形象疲软，和那些科技业龙头网站相比，奥巴马力推的健保网站严重出包，让使用者求助无门。这个网站高达5亿行的代码，比大型银行电脑系统高出5倍之多，当然会产生一堆恼人的技术问题。奥巴马声称将找来一票顶尖好手解决网站问题，殊不知他们都忙着在矽谷赚大钱。同时，网站的营运成本已经超支。负责架设网站的加拿大公司 CGI 现在又拿到另一纸政府合约，也许奥巴马应该把这个赔钱货交给真正够格的人来处理。盖网站的公司需要接受调查吗？留言跟我们说吧。